中国对美英澳三国开展核潜艇合作表示严重关切，此举蓄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，刺激军备竞赛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，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。许多国家已经就合作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表达了严重关切。美英澳三国蔑视国际规则，不顾各方反对，炮制所谓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，执意推进核潜艇合作，是极不负责任的。试问三国将分享哪些信息？是否符合三国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？会不会造成核扩散？三国如何确保不将有关核材料和核技术用于发展核武器？如何防止其错误行径引发其他国家起而效尤？三国有义务就这些问题向国际社会做出明确交代。